全国羽毛球赛经过四天的比赛，已经有的结果是，男子乙组的双打冠军是林建晨、陈荣森，混合双打的冠军是侯贤哲、刘月娥，社会组双打的冠军是赖琳旺和林文荣，少年男子中组双打的冠军是于沈毅、张摩西。少年男子中组单打的冠军是于沈毅，少年男子大组双打的冠军是刘汉佳跟曾学智。